办发财责任公司是朝阳企业，只要来到这里，且不在什么今天睡地板，明天当老板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努力努力努力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大声一点，我听不见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努力努力努力，发财发财发财。兄弟，到。你的目标是什么？我要娶老婆。不是这个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娶老婆。不是这个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娶漂亮的老婆。你的目标是什么？娶老婆。你娶不到。娶得到。娶不到。娶得到。滚。娶老婆。你的目标是什么？我要娶老婆。娶老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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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娶老婆。好吧，我们六点半娶老婆责任公司正式成立，只要来到这里就不愁找不到老婆。让我们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娶老婆，娶老婆，娶老婆。下面啊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我发财。发财呀！老子挡死你！我的妈！